好喽，皮总又来喽，小果冻。我们今天来个巧克力的啊。下一个作品咱们吃这个奶油的，太甜了。好了，宝宝们，我们今天吃一个奶油系列，先来个小果冻，有可可粉啊，可得注意。完了，掉衣服上，太苦了，不好吃了。真不好吃，下次告诉他别做这种了。浪费钱呢，这拍完一块不得扔啊，太苦了。明天早上